今天是我们在南岛的第一天。刚才我们从 Airbnb check out， 然后开了一个小时到这个城市，叫什么 Fairlane， 对 ，Fairlane。然后我们的 Airbnb host 给我们强烈推荐了一个 bakery， 他给吃那些派，有素的，有肉的，还有水果的，好像听着还不错。我们来吃个午饭。刚刚我们一路开过来，我们觉得真的是南岛好像是要漂亮一些，对吗？哎，对。现在南岛的自然风光要好很多，就是这家店啦 ，Bakehouse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这家店 ，Google review 也超多的。嗨，啊，哇哦！这家店每天都有卖不同口味的派，像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呀，就看到有五花肉苹果酱，bacon 三文鱼口味，还有牛排香菇口味的等等。我们的派来了，我买的是牛排，还有 mushroom， 里面还有 cheese， 然后我老公点的这个是 pork belly， 五花肉和 apple sauce。哇哦，闻着就很香的样子。哇，派吃起来就是这样啊，看着很好吃的样子。我看你那个呢？你这看着一般，没我的看着好。一般是一般。味道怎么样呢？还行，能吃，不难吃，但也不好吃，也算不上多好吃。这很 crispy 嘛。牛肉不错，牛肉很好吃啊，里面还有 cheese， 所以感觉很 creamy。 它的皮也很酥脆，脆香，还不错。南岛的第一天，我们并没有安排太多的行程，就是一直在开车。沿途呢也看到了不少漂亮的风景，像是大片大片的鲁冰花呀，还有一个超美的湖叫 Lake Tekapo，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我们来吃晚饭啦，我们的饭来啦，我的南瓜汤里面还有 coconut， 应该是那种椰奶或者 cream 之类的吧。然后我老公点的羊排看着不错呀，然后还有跟了一个沙拉酱。好了，吃饭吧。我汤也很好喝，很 creamy， 然后它的那个南瓜味特别浓郁，就感觉是那种用那个榨汁机把南瓜捣碎直接放做汤那种，很好喝。里面的面包蘸，面包上还有那个烤的 cheese 呢。好好喝，给我吃口羊好不好？给我切一口，我尝一口。一口就好了。羊肉可能质量比较好，羊的肉质好。所以怎么烤的好吃？羊肉。好好吃啊，你有一种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对吗？OK，
且他的 ingredients 好简单啊，赞，好吃好吃。今天是我们在南岛的第二天啦，跟着我们一起去 Mount Cook 吧，库克国家公园。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我们在新西兰的第六天，我们今天要去 Mount Cook National Park。Mount Cook 是整个新西兰最高的山峰，有3670多米，它有着南半球阿尔卑斯山之称，超美的。因为这座海拔高、气温低，它就堆了很多积雪，还有 glacier 冰川。给你们看后面，超美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后面最高的这座就是 Mount Cook 啦，然后它有很多很多山峰这样。然后 National Park 里面有很多有名的 hiking trail。但它都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平比较容易的，可以在 hiking 的时候看到湖里的冰川，还有小雪，这种小的雪冰山那种 iceberg。 好了，那我们一会儿到了公园见啦。Mount Cook National Park 有很多有名的 hiking trails，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够，我们只有一天在这里嘛，我们就选了两条比较容易比较短的。这是第一条，因为我们第一个 viewpoint 要去看的是叫 Tasman River。 Tasman 好像是新西兰最大的一个 glacier， 最大的冰川。运气不是特别好，最大的冰川一块 iceberg 都没看到，就那种冰川上掉下来的小山、小冰山一块都没有，这个真的是要看运气，因为之前掉的都已经化了，今天没有掉就看不见。那可以看后面是有的，看那一长条是冰来的，就是冰川，看着不像冰，其实是冰来的冰川，就掉一块一块的 iceberg。但今天就没有，我们就拍不出好看的照片了，不过也是很壮观的，这样看过去。这是第二个 viewpoint， 叫 Blue Lake。 啊，这边还有介绍说为什么 Blue Lake 现在是绿色的，因为以前都是它那个冰川的冰流进来，现在冰川越来越小了，就不流不进来了，都是雨水，所以现在 Blue Lake 已经变成绿色的了。哇、wow, ，nice！ 到我们第三个 viewpoint 啦，去看这个 glacier， Tasman glacier 冰川。这个还有点难爬，因为有好多好多 stairs， 楼梯好高。爬上来看冰川，然后刚刚在下面看湖的时候看不到那个 iceberg 嘛，然后上来之后看到了一小块，这里有一小块，超小一块，然后后面就是冰川啦，还有大雪山，好漂亮。好啦，现在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条 hiking trail， 名字叫做 Hooker Valley。 这个也是这条Mount Cook National Park 最有名的一条 trail， 所以超级多人，你看 parking lot 已经被停满了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这条 trail 全程10公里，对，对吧？差不多6个多 miles。我们计划的是算上我们吃饭的时间，咱们吃个午饭吧。买了三明治，算上吃饭的时间，争取3个小时来回，差不多吧？差不多。啊，因为很容易走，这里没有海拔的变化。因为是一个 valley， 就像那种山谷一样，都是平路，所以比较容易。风景超棒的，
哇哦，看到 Mount Cook 了，老公。对啊。哇。Mount Cook 有三个峰。啊哈。Lower Peak、Middle Peak 还有 High Peak。咖喱鸡肉三明治还不错呢。哇、哦，超冰的！啊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走了，又走了6个 miles。我们到昆桑啦，皇后镇，还要开了3个小时车，终于到了，还是有点辛苦。这种 road trip 环岛游，不过真的路上风景处处美如画，像仙境一般，太美了。啊，现在来吃一个晚饭，然后想吃点可口的，然后就找了一家越南店吃粉，吃粉。我最爱的动作就是粉。希望好吃吧，应该还不错，它 review 挺好的，对吧？速度好快呀、啊！我们饭已经来了，点了也就5分钟就来了。然后点了一个 Thai Ice Tea， 本来想喝他们的那个越南咖啡，但我觉得现在是晚上了嘛，怕啊睡不着觉，还是算了。然后我点了一个粉，就是最传统的牛肉粉。然后老公点了一个炒河粉吧，那种，我们一起试。好、哦，开饭了！哦，这家面好吃哎。这菜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，就像到了西贡一样。你去过吗？没有，但是我觉得面很好吃。我们的房东送了我们瓶酒，然后上面写着 Merry Christmas Jessica and Partner。 Hi Partner。 Hello。 What's your name? Partner。